靠，我女朋友种在阳台的豆子还活着。哎呦，我的衣服寒假没来得及收啊。闭嘴，此刻不返校，隔空进鬼校，没有回来就是对410的背叛。我疫情半年，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操，我豆子成精了。哎呀，宿舍成啥样了，还回去干嘛？毕竟是吵了4年的地方。你一定要考研成功。读什么书啊，恋爱它不香吗？我操，这学妹也太正了吧。大力哦，哎，大学谈恋爱，恋级莫见怪呀。你们也分手了吗？啊，是啊。玉肥，考研必成，我挑了几本你最喜欢的单词本给你寄过去。啊，还有毕业就结婚的大图一定要幸福，毕竟是待了4年的地方，来不及说再见的你们，未来加油。